还是要看您有没有三头六臂呢。进入大学后，老师会实地带这群怪兽同学们潜入人类世界，练习各种吓人的方式，这是最基础也是最有用的一种技巧，非常重要哦。今年的中班樱桃怪兽正要进行最后考试，不知道大家能否顺利升级呢？大家要加油哦！现在就欢迎樱桃班带来的美语畅游剧《怪兽大学幼儿园》，来宾请掌声鼓励。I'm very, very
接下来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是要送给哥哥姐姐们的祝福哦。幼儿园来宾请掌声鼓励。